还有两个是赔的，一个是买了那个抄袭的 IP， 另一个是开了这个咖啡馆，到现在还没有盈利。接下来呢？我每个月倒是有个项目海选会，但没什么打眼的。最近我的总顾问理财给我规划了一下，我觉得非常好。哦，说来我听听，可以的话我来给你投资。还有什么可唠的，在这唠半天，都几点了？哎呦，这个计划我们开了十几次的会议啊，给它命名为生态化变。怎么听起来像生化武器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生态？我给你打个比方，有一栋楼，一层是餐饮，二层是足底按摩，三层是棋牌室，四层是卡拉 OK， 五层是宵夜，六层是宾馆。这栋楼如果这六层由六家来经营，那就是各自为战；如果由一家来经营，这就是生态化变。一楼吃完饭去二楼做足底，然后去三楼打牌，或者是四楼唱卡拉 OK， 歌一唱完小半夜了，再去五楼吃个夜宵，吃完夜宵天蒙蒙亮，干脆就在这儿睡一觉吧，去六楼开个房间。哎呦，明白人呐，我的哥。当然，这仅仅是打个比方，如果想大一点的话，比如说您拍了一个 IP， 不是 IP， 是大 IP， 您拍了一部大 IP， 那怎么赚钱呢？无非就是卖给平台，按照生态化变的计划卖给自己，我们自己打造一个视频平台，我们自己造电视机，我们自己造手机，于是我们的作品通过我们的产品循环往复的传送到受众那。这不是一次性的利润，是不断滚动的利润。一句话，生态化变就是自我造血，自我输出。刘总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可行。为什么？正如我妈张小姐所说，互联网之前企业要守，以守为攻；互联网之后企业要攻，以攻为守。生态化变是守，守是守不住的，更可怕的是很可能没人来攻你，你自己跟自己玩啊，这不回到了农耕文明时代了吗？那刘总的意见是，你看一看日不落集团。我跟你说过，日不落集团是航空母舰式发展，美国为什么那么牛啊？他有航母啊，哪出事儿航母扶手就过来了，指哪打哪，这就叫攻。时代变化太快了，机会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我们一定要有航母能够尽快起飞降落，调动火力打击一切可打击的目标。说造车就造车，说打造 IP 帝国就打造 IP 帝国，航空母舰式发展就是要让你永远待在风口上。对对对，听说风口上猪都能飞，当然我还没能在风口上待过。风口我待过，不经历风口，日不落没有今天。你对日不落集团了解多少啊？认识你之前就有了解，认识你之后那就甭说了。我现在已经是日不落集团的精神股东。什么是精神股东？我原来上班第一件事情就是上网搜我的名字，搜理想胡同的名字，看看有什么消息没有。现在我上了班第一件事情就是搜您的名字，搜日不落集团的名字。我关心日不落胜过关心理想胡同，这不已经就是您的精神股东了吗？不要只甘于做精神股东，你为什么不能来做我的真实股东呢？我哪能做日不落的股东啊？您是航空母舰，我连小山板都算不上，精神股东还是我鼓起勇气来说的，怕您笑话。正如我妈张小姐多次在风口来临时教导我说，胆大得一半，胆小得一看。又如我妈在我刚入行时送给我的八字真言，天大地大，胆子要大。不要瞧不起自己，你的理想不是要和马云马化腾并肩吗？为什么不敢去想来做我的股东呢？刘总，你这话是认真的吗？你现在势单力薄，要学会借航母出海。我这次进京事务繁忙，日理万机之余来见你，不会空手而来。你不要去看那些其他杂七杂八的项目了，把资金放在我这儿，我给你托底。我这别着急，别冲动，你先听我说完。
你投在我那儿，我给你算固定投资，年化收益率12%，除此之外按比例分红。你妈张小姐会同意吗？我妈张小姐只负责国外造车部分，国内日不落全权由我负责。另外这个咖啡馆也不能这么往里面扔钱了，得赶快盈利。日不落餐饮品牌不错的，你可以挂出去，日不落的品宣和公关部门会帮你推广的。刘总，我是不是已经上了你的航空母舰了？日不落集团欢迎你。刘总，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说，我这次有幸能够搭上你和日不落的顺风车，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战略合作小仪式？着手落实。刘总，急请。今天先这样，我还有事先走了，我会派专人和你对接，推进我们刚才商定的事儿。好。刘总您好。您好。刘总不喝杯咖啡啊？马总办公室喝过了。赶紧忙你的，没看到今天客人很多吗？这是真的刘一手啊？看起来跟你也不熟嘛。赶紧忙你去吧，没见今天客人这么多吗？喘大气儿了啊！之前一喘大气儿就痛了，现在放松多了。嗯，爸，你想吃什么，我去给你买去。嗯，来碗卤煮吧，外加两个饼。嗯，会吃，去去就来啊！啊，遗嘱白立了吧？那是家书啊。今天你对我爱答不理，明天我让你狗喷不起。白总，你刚刚发那条朋友圈怎么删了？我还没来得及点赞呢。你看见了？我当然看见了。哎，我也看见了，写的真好。那就证明他也看见了。他是谁啊？你别这么八卦，这是我们商界之间的明争暗斗。还是吃这个蔬菜？你都多长时间没吃了？我记得还是我小时候您带我去吃过呢，我就特好这一口。商界爱吃啊？啊？啊，这卤煮和炒肝我都还行，就是这豆汁不太行。哎呦，好了，这没事了，你们都回去吧。都回去，谁照顾您啊？起立坐卧，行走如常，还照顾什么？这样，你们仨回去吧，我留这儿啊。哎，不，你也不用耗在这儿，有事我会喊你的。都回去吧。李掌柜，你是活痛快了，活明白了呀？你也不替我想想。什么意思啊，这话？一家子的人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，你说人家会不会骂我呀？谁骂你呀？整个9号楼的人都会骂我。这事儿封锁消息，谁也别告诉，奶奶也别让他知道啊。嗯。李掌柜，嗯，你还是不了解幸福里呀？哼，幸福里呀，屁大点事儿就是轰天雷。你只能封锁你不知道别人的消息，你封锁得了谁呀？常有理，马上就会知道。行了行了，你们仨都回去吧，啊，我留这儿就行。蓝师傅，咱还是倒班吧，您值白班，我们仨轮流值夜班。啊，张姐，单人病房贵不少钱吧？贵倒不贵，就是紧张。我打一电话，正好人有一间空着。我就给您私自做主定了，谢了。妈妈，我回来了。
干嘛去了？发微信不回，打电话不接，就一句有事儿把我打发了。找我有急事儿啊？有，安心约咱俩今天见面，我预感不妙，就没答应见。早见晚见不都得见吗？这能躲哪儿去啊？我就是答应了你，今天也没时间呀、啊。干嘛非得叫上我呀？咱俩的事儿不都你一人就能定吗？你全权负责。不行，这次事关重大，我跟他约了明天下午3点半，咱俩一起，这个点最吉利。你还真信啊？宁信其有，不信其无。哎，你今天到底干嘛去了？我去医院。你怀孕了？检查去了？你怎么抢到我前头去了？什么呀？我爸做了个小手术。林掌柜身子多硬朗啊，怎么了？那视频你不也看了吗？他被人踢断了两根肋骨，一直强撑着呢。要不是这视频流出来，我们还都不知道。林掌柜为什么撑着呀？这哪能撑得住啊？他好面子呗。嗯，命比面子还重要啊。忙着吗？土豆丝儿火候老了一点，可惜啊。这就是您说的那家馆子给您买的呀？我知道啊，也就这家这炒出来的可能还老一分，要是换了别的店老个5-6分都有可能。这世道啊，人心浮躁啊。爸，您不能因为一盘土豆丝儿定天下。炒土豆丝儿啊，在厨师的手艺中，那是太极站桩的位置。一看刀工，二看火。一个社会啊，普遍炒不好土豆丝的话，那就说明啊，人心浮动。在北派的厨师当中，这不会炒土豆丝的这厨子，就称不上是顶尖的厨子。这有什么讲究啊？炒土豆丝啊，如火中取宝，不急则生。烧过则老，真之于鹅且，失之于须臾。难呐，难呐！这是烹饪大师黄敬林的传世弟子罗锅荣说的话，经常被用于鲁菜肴里。爸，这您都知道，佩服佩服。没有你不知道的啊！哎，你知不知道你那个咖啡馆为什么不挣钱到现在？还没养起来呢。养下来不就挣钱了吗？错，你那个咖啡馆那个厨房离堂口太远了。开餐馆讲究是什么？锅气。所谓菜饭一出锅，立即能进口，这样生意才能好。从你那个厨房端个菜出来到桌上，锅气都散了。爸，我不是跟您抬杠啊，就您那个锅气理论，我之前在书上看过，古代叫霍气，它是有一定的道理。但是只针对餐馆，我那是咖啡厅，2刀钱。你那有没有餐？有，简餐。简餐也是餐，只要是餐，就离不开锅气，天下馆子都逃不过这个理。那您那蹄花从您那儿买回家，那锅气早不就散了吗？我看卖的也挺好的。我那蹄花热可大啃，凉可冷嚼，热啃滑爽不腻，冷嚼滋味暗深。哎，避免了锅气散味儿。你还有什么可以跟我争的？你做过饭吗？没做过饭，你跟这儿瞎白活什么呀？不是，我刚才不就是跟李掌柜探讨一下吗？你探讨个大头鬼！你看你把我爸气的。那刘克若抢救过来了没有？他那武馆啊，估计是开不下去了，名声扫地了。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嘛。
这是什么梅梅啊？我打个电话啊。哎，毛毛，哎，我妈一个人在家呢，她肯定就不做饭了。你给她送点吃的过去吧，啊。嗯，妈，这么丰盛啊！你这两天烟酒未沾，妈给你加个红烧肉。谢谢妈。你干嘛呢？万一一个人在家，李猫怕她不做饭，让我给送点吃的过去。麦沙红干嘛一个人在家呀？闹家庭矛盾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没闹矛盾，好着呢。就是李掌柜做了个小手术，李茂他们都在医院。哟，做什么手术了？那视频你不也看了吗？李掌柜被踢断两根肋骨。是是是，这事儿闹的，这是是。那我也得找时间去看看李叔叔。我也得去看看。你去什么去呀？我跟德禄去就行，就代表你了。你们俩怎么可能代表我呢？我是九号楼的正楼长，你别看那管文化天天嘚嘚瑟瑟的，他是负的，我才是正的。我得代表九号楼，去看看我的楼名。哦，对了，万山红他为什么不去医院啊？这里面有事儿吧？赶紧吃你的吧，我给万一送过去。送了也白送。万山红他吃我的心有，吃我饭的心。绝不可能有。八爷，我是毛毛。啊，哎呀，毛毛啊，进来吧。哎，我就不进去了。啊，李旺跟我说您一个人在家，怕您不吃饭，就让我给您从外面带了点，好吧？您就将就吃啊，行。笑什么笑？啊，谢谢爸。嗯，好吃。明明我做的饭，干嘛说是饭店打包的？你跟我说你炒的菜，万一根本不会吃，我就变通一下了。丧失了一个测量我们关系的机会。我看啊，你俩就谁也别惦记谁。我惦记他干嘛呀？我有的是朋友、伙计、闺蜜，他没得玩啊！这么一退。怕他憋出病来，只要你别气他，就不会出什么毛病。还气我了呢，他说我和林姐是狼狈狗为奸。狗是谁啊？你妹。啊！山红，你是不是要去医院呢？你怎么知道？全楼都知道啊，知道什么啊？哎，就知道你们家李双全，哎，被别人打断了好几根肋骨，不是好容易才抢救过来吗？这都谁传的呀？谁传的呀？全楼都在传，大家都在传。没有的事儿。哎，我有一个问题，你受累回答一下呗。没工夫。哎，就是你说我和常有利，还有他们家呼噜狼狈狗为奸那事儿。这事儿啊。啊。你听出来我说狼狈狗为奸的狗是常有利他们家那恶狗呼噜了？那这好来话我再听不出来，那我不成棒槌了吗？但是我还是有那么一点疑问哈，就是在你心里哈，我跟常有利谁是狼谁是狈啊？还是你就那么笼统的一说，你并没有那么细分？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呀？你想啊，狈他指挥狼，是不是常有利他想指挥我？可是我就想知道啊，
在你心里，我到底是狼还是狈？他是狼，你是狈。山红，咱俩应该是朋友啊！来，走一个。敌人的朋友还是敌人，这辈子不可能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这就放了。拜一下吧。干嘛呀？拜一下五味神啊，以后做饭好吃。快。不是，多此一举，不李掌柜做饭吗？着眼于以后，咱俩将来搬出去就是你做饭了。来吧。哎，你不做饭啊？这么重要的任务当然是交给你啦。我不会。活到老学到老，你这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。再说了，这五味神保佑着你呢。快。不行，你也得掰。我不做饭，我干嘛掰？那万一我加班呢？万一我下班回来晚呢？你不得做饭吃啊？你掰掰不委屈啊？快快快！我能不掰吗？不能。快去。抱歉，今天约的是私事，本来该约在咖啡厅里，但是这两天单位录制样片，你看跟打仗一样，只能约在办公室了。没事儿，参观一下电视台也挺好，就是进门太麻烦了，各种证件盘查什么的。哎，新闻单位都这样，保证安全。我理解支持并赞成。安心，李茂今天有事儿，我就一个人来了。赚的事情，我向你道歉，不该瞒着你。虽然这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决定，但这主要是我的责任。嗨，你跟我还这么结巴，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儿呢。这其实不怪你们，如果换作是我，我也会这么做的。不就是一块砖的事儿吗？没必要上升到一块板砖的程度吧。安心，您真是名副其实，叫人安心呢。你约我什么事儿？有事儿就直说吧。我是直女，直来直去的女生，礼貌也是。我记得你也说，那我就直说了啊。来，张小姐，她要你们还钱。凭什么？多少？10万块。不是说张小姐负责损失吗？她说损失由她负责，是指重新铺砖和工时上由她负责，但是在整体上，她还是认为是你们的责任，所以要扣除一部分的费用。我们出不了这个费用。我跟李茂以前从没做过这么大的工程，所以我们当成是新围城工作室的代表作来做的。从这里边，我们没有赚什么钱，因为一块砖，扣我们10万块钱，这没道理呀。而且我们现在成了他的垫脚石，媒体上都在疯传他砸砖的场面，这传出去，我跟李茂以后都没法接活了，这损失谁来赔？你让张小姐跟我们谈吧，你谈不合适。他不会和你们谈的，如果不是我谈，那就会是日不落集团的律师、法务甚至公关来和你们谈了。无论谁来谈，我们不赔钱，砖是他自己砸的，他想作秀，自作得自受。我们有没有责任？有。一块砖的责任，走法律就走法律，走法务就走法务，随他便。哎，那如果少赔一点呢？一分也不行，
砖是他砸的，他破坏了我们的作品，我们还没索赔呢。哎呀，毛毛，你别忘了，他是雇主，他不是。你是雇主，你当时给我们看过房产证，户主是你，是你雇我们来这儿给你装房子，我们跟你签的合同，为你负责。日不落集团跟我们没关系，也谈不上打不打官司，走不走法律还是法务。安心，要真从法律意义上来说，你的房子你做主，怎么他来给你打啊砸的？她毕竟是我的婆婆，未来的婆婆。房本是真的吧？真的。没签那些豪门经常私底下签的那些内幕合同吧？什么内幕合同呀？就是必须生出男孩才能分得遗产啊，房子只是名义上代持，其实还要归还别人啊什么的。当然没有了，我怎么可能签这种合同？那你就挺起腰杆当雇主。你若为难，也可以让他们来跟我们谈。张小姐不来，其他人也行。你夹在中间不好处理。我不为难。我再回去和张小姐商量一下，尽量想一个大家都满意的方案。安心，你一向温婉得体，想照顾所有人。但是我多说一句，世上没有大家都满意的事儿，有些事儿合理，有些事儿合情，你只能挑一头。咱们这件事儿涉及到合约和金钱，只能合理，无法合情。希望你能理解我跟李茂，也希望你能在这件事中担当真正的甲方。说句闺蜜级别的提己话，有些情况，一次不是甲方，就终生不是甲方了。毛毛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谢谢你。你怎么带呼噜来了？那医院让进吗？啊？他待会要打预防针，再拐出去就不顺道了。咱们下车的时候交给小胡就行了。阿姨，我看不了，马总让我把你送到以后啊，去办其他事儿。我不是跟他说了今天下午这车我征用了吗？阿姨，您不知道，马总啊在筹备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战术合作仪式，理想互动全体人马都忙得鸡飞狗跳。什么仪式啊？马总让保密。行，待会我自己打电话问你们马总。对您那不能保密。我就是听说理想胡同和日不落集团要联手打造一艘航空母舰。航空母舰？那不是国家的事儿吗？你女婿出息了啊？嗨，什么呀，估计最多也就是一游艇吧。哎呦，小胡啊，稳着点开车啊，别把水果给颠坏了。阿姨，您放宽心，我快归快，稳一定要稳。就是颠坏了我，我不能颠坏这些很贵的水果。你怎么知道这水果贵啊？那是，甭管多糟烂的水果，捏咕到果篮里啊，就显贵。哎，我今天上午看见万山红了。你跟他说话了？哎，这是。倒是说了那么一两句。你先搭理他的，他先跟我说话的。哎，他说你，哎，你遛狗呢？我说啊，我遛狗呢。我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问了他那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就是狼跟贝分别是谁那事儿。是谁啊？他说的跟你正相反。不可能，我驮着你跑。那可不一定，他就是那么说的，说的真真的。你是狼，我是贝。你跟他讨论这干什么呀？这贝就比狼光荣啊，这么一讨论不就把我们俩狼狈这事儿给坐实了吗？我就是想问问他怎么想的。他怎么想的是他的事儿，咱们又不是因为他怎么想咱们就认，对吧？他怎么想的不重要，关键是你怎么想的。你是不是觉得我说你是贝你不高兴，你想翻案啊？我翻什么案呀？我就是好奇。有什么可好？
是吧，呼噜？对吧，呼噜？您好，欢迎光临浦发银行，您请坐，请问您办理什么业务？帮我取十万块钱。嗯，好。吧，不行，医院不让狗进去。啊，放哪儿啊？哎，哎，嗯，好眉好眼的，一看就是个好姑娘。哇，好可爱的小狗狗啊！你喜欢它吗？喜欢。阿姨带我进去办点事儿，你帮我看一会儿呼噜行吗？好呀好呀。哇，好可爱的小动物啊。你不会拐带小动物吧？不会。啊，怎么样，看到你打架的视频很担心，受伤了没有？方便请回电。子文，一切都好。你去问李双全住哪个病房。哎，是啊，哪个病房啊？问他们。哎，对，护士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有一个病人叫李双全，他住在哪个房间？让我看一眼啊。哎哎哎。哦，走前前边右转515。谢谢啊，谢谢。没事。哎，林姐，啊，我来拿果篮。没事，我不累，我能拿。哎，没关系，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哎，我能拿。这样，双全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哎呦，李掌柜，哎呦，您千万别动啊，您就好好躺着。不客气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来看看您。啊，向华，慢点，把椅子。万师傅，搬两把椅子。我们就是来看看您，不是来给您添麻烦的。就是。双全，听说你出去打猎受伤了。我代表我们九号楼的全体楼民、楼长和副楼长林姐，哎，还有我们幸福里的部分街坊哦，还有我们广场舞的那些舞友们来探望你。另外呢，就买了点水果给你补充一下维他命。哎，这可是我们所有楼民的一点心意，我们有楼费，用楼费买的。咱还有楼费啊？
对啊，水费电费总能剩一点，还有公共垃圾箱里面的塑料瓶子还有纸箱也能卖点钱。哦，再有了，就是我们公共维修费里面也有点富裕，几百块钱吧。哟，那这水果得花了不少钱吧？我作为楼长，一向是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再说了，这次你代表我们朝阳区跟海淀区去打擂，打赢了，这一点算是奖励都不够啊。我没代表谁，我就代表我自己去打。不，也不是打，是切磋，切磋。切磋？那还打断了好几根肋骨。哎，能不能别瞎传呢？什么打断好几根肋骨？就两根儿。这是两根吗？你捅我干什么？又不是我传的。就是你传的，不是你传的，是谁传的呀？这就是你说话的风格。老板，过节归过节，说话还是要有证据的。我有证据啊，那您说出你的证据吧。啊，好多证据呢。就那年非典，你听说已经有几千个患者了，结果你从你们家27层下到1层，就这会儿功夫，你就说已经有几万个患者了，是不是有这回事？记性真好，还记着呢。非典跟今天是一码事儿吗？就是，当然是一回事儿了，狗改不了。有人，你这算人身攻击了吧？我什么攻击呀？你是母鸡。好好好，这医院重点不宜喧哗。别见怪，山红他就是这样。哎呀，他们就是那个心眼小点儿，没关系，竹竿撑撑就好了。没事儿，我们俩都是老朋友了啊，吵吵更健康，闹着玩儿的。哦，对了，我们今天来啊，不完全是为了热闹啊，还有一件正经事儿呢，就是有关于李茂他奶奶的。我妈怎么了？哦，阿姨平时吧用水正常都是用1吨左右，但是上个月用了8吨。8吨？八吨？那不可能，会不会跑水了？水管水表的都查了，一切正常。是。我们也不好意思问他老人家为什么用了这么多水，所以这得知会您一声，有空关心关心。是。哎，尤丽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事儿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妈那个水费呢，你还是照以前那个数收，多出来的我先付上。那等下个月看看这个水表是不是正常。啊，你说这样行吗？都听你的。吓死我！再叫，就打！那什么，双晴，我们先走了啊，不等老万了。啊，对，我们先回去了哈。那不送了啊。哎，你别客气，你好好休息啊，休息。哎，我也送不了。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。
什么呀？到底几根肋骨啊？哎，非说两根肋骨，你说这值两根吗？一摸它就不值两根肋骨。